台湾真正的冻龄女神，42岁美得像18岁少女，和林志颖站在一起像是父女。一审，近年来台湾越来越多容颜不老逆天般的存在出现在我们视线里，之前最出名的就属林志颖这位怪胎了。明明都已经45岁的人了，帅的却还像20来岁的小伙子。仅比林志颖大一岁的郭德纲曾经这么说过，你再不老我们就要疯了。而在台湾演艺界里还有一位神人，让人更加猜不透年龄，林志颖在他面前就属于小儿科了。特别是40来岁的人了，却还活得像个少女，特别是过个生日，粉丝们都是这样的。近日英国《每日邮报》还专门采访了他，新闻标题是这么写的，你绝对无法相信他几岁。然后歪国网友们也疯了，真正的冻龄美女，她就是台湾艺人许露儿。来欣赏一下她的微博美照，是这样的，是位艺人，但是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线，唯一参加过的节目就是《康熙来了》，同时为歌手、模特，但作品却无人知晓，应该也是位18线艺人，但却因为静丽的外形大火。更为恐怖的是，许露还有两个妹妹，二妹许菲菲，三妹许薇恩，而且许菲菲已经是两个女儿的妈妈。而看到60多岁的许妈妈，大家都不难理解了。不得不让人感叹，这一家的基因实在太强大了，你们觉得呢？